大家好，现在是2023年6月27日，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。我们看到今天上午，沪深指数是一个缩量反弹，盘面上多方动用了中字头个股来带动上证指数去冲击3181点，但是单靠中字头个股有没有办法让上证指数今天站稳在3181点上方？对于这个，暂时我们存在一些疑问，所以这个位置稳健一点，我们不建议追进去做加仓。另外，这里提醒一点，如果大盘要扭转目前的颓势，那么最晚在周三收盘前就必须站稳在3181点上方。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今天晚上再见，谢谢。